不是伤口，是一个另外一个地方。哪里？要不我叫医生吧？医生没有用。由刘涛、林峰等主演的《星辰大海》正在火热更新中。当初林氏集团卷入金融风暴，面临资金断裂的危险，林峰时想要引入朱家的资金，老友曾提醒林峰时，朱家可是黑白两道通吃，招惹上了恐怕甩不掉。朱托尼这个人确实是个野心家，满脑子只有赚钱和利益，所有的一切都用利益衡量。他让唯一的妹妹朱丽叶订婚，也是因为生意需要。朱丽叶爱上未婚夫方恒之，方恒之心里只有简爱，导致三人都深陷虐恋。林逢时死后，朱托尼打算吞掉整个林氏集团。他先是陷害林晨生入狱，之后开始算计方恒之，并把妹妹朱丽叶拉下水，让朱丽叶偷走方恒之的机密文件。朱丽叶事后很懊恼，他主动告诉方恒之这件事，并远走国外远离是非。朱托尼因为商业犯罪被捕入狱，方恒之和简爱一起经历这么多，最终决定携手余生。方恒之向简爱求婚了，期待大结局精彩剧情。